我只把你当成上官兰的妹妹，绝无半分男女之情。我不信我比不过这种人，我不在乎名字，我可以做妾。潘玉，为什么要绑着我？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要代替你成为潘夫人，而你就要代替我为情自强。棺材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，她为了嫁给潘越，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，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。